又熬夜了。来了。还渴不渴？我拿点水。会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去吃点东西吧。你和苏晨睡了？碰到他。会，你等我。听我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和他没什么，我只是，你知道我心里面只爱你一个人，我只是想找点感觉，我就是想找一点。完了！你会，你会，会！怎么样，回来还适应吗？和吴苏比是两个世界，事情多节奏快，还是季风适合我。几个月不见，你到千禧上了。他们跟你说了吗？我想把云端开幕后的第一个项目交给你来做。啊，你知道，德聚第一个六星级酒店黄浦江上面有多少个眼睛都在盯着的？这可是一个高规格、关注度非常高的项目。你要是做好了，就可以扬名天下了。什么项目？我跟菲儿的婚礼。小七，你知道，这才是我让你回来的真正原因。看什么呢？行了，知道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我被唐英绿了，差点捉奸在床。那女的是苏珊，现在正在微博上秀恩爱呢。行了，你知道了吧？满意了。哎呀，哎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不就失个恋，
要不然哥们肩膀借给你靠靠，哭一哭。别把你用在别的女人身上那一套用在我身上行吗？行，那我就给你来点不一样的啊，来点新鲜的，拿着，别给我阴阳怪气的啊，该哭哭该闹闹，这事憋着过不去，你不就怕丢人吗？我跟豪哥说了，这地儿我包了，你就大胆哭，没人看得见。实在不行，哥们儿陪一起哭，不丢人了吧？来。小琪都已经好几年都没回家吃饭了，也不知道他这口味啊变了没有。不用管他，他不会在意。那房间要收拾一下吗？不用。小琪还没回来啊？啊，你先坐。张姨，嗯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怎么一股药味儿？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是先生啊特意找名医给抓的药方，都已经炖了一天了呢。哦，爸，咱以后不弄这个了，我真不喜欢。嗯，不喜欢也得喝。你看最近这雨水有点多，腿又疼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老中医啊是三代失传，他是根据你的体质特征来给你配的药。除湿补气，对你身子好。每天一身药味，想再多办法，我不也是个瘸子？你说你啊，还这么毛毛杂杂的，看，张阿姨给准备了一桌子菜，来吃吧。快坐吧。爸，这件事您早就知道了。不是你。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？赵明轩的婚礼，他跟你说的？先不说这些，咱们吃完饭再说好吗？我说过了，这盘棋我要自己下，别再把我当做棋子。没人把你当棋子，那你在无苏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？小琴，他们这么做，说明他忌惮你，惧怕你。他越是忌惮你，咱们云岚的位置越稳当。稳当。他赵明轩是想让我们萧家一辈子跪着挣钱。或许你们跪习惯了，但我不习惯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爸，这事儿不怪他。他和陈飞儿那点事儿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赵明轩抓着这个把柄他不放。我和陈飞儿什么事？不是，小琴。本来早点想让你回户口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。处理完事情，筹办完婚礼，留在云岚帮助你哥。这是我决定的。明天我就回乌苏。不是什么事情都由着你，别忘了，你欠你哥的。
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。从小到大，这句话就像个紧箍咒一样。您放心吧，我欠我哥的，我这辈子会慢慢还。但是您作为父亲，对我却没有一点点的亏欠。 生你养你，培养你，我欠你什么？放下吧。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俩睡的呀？ 瓶口上倒是没蹭到口红，但是有口红的味道。你们女人太可怕了吧！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。我随口一炸，他就全招了。 有个说法，第六感呢，就是你的潜意识。有些东西你没注意到，但是潜意识注意到了。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害，就替你做了最直观的判断。分析的挺理性的啊。 所以你的第六感告诉你，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来自某人的电话。你那位怎么样了？这互补的红绿灯，变灯速度都比这快一倍呢。什么意思？大城市节奏快啊，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哪还顾得上我呀？ 事已经业在即，总经理的位置到现在都定不下来。你们乔家干什么吃的？还有时间，我们再去找，在找到让你满意之前，我可以兼任。你说什么？兼任？云端是德聚的第一家奢华酒店，你知道不知道它的档次在哪儿？ 算了，这件事情我亲自顶。我已经让猎头公司接触 Z 集团的高管了。你要自己来比就完了。德聚原来可从来不干这种事。你们开个会闹这么大动静、啊？各位就这么定了，下一个议题。周总。 我能提个建议吗？提。听说你要挖那个 Z 集团香港店店长 Eddie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人我熟啊。这个 Eddie 是德国人，前几年在北京任职的时候，他的酒店里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互相拉帮结派，差点没火拼起来。这家酒店。 中层以上人员的流失率高达30%。以我的看法，现阶段的云端没有默契成熟的管理团队，要是这么做的话，有点冒险了。有道理，这么做确实有点冒险啊。是，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好。
那我就再给你们几天时间，但是要把我的要求全都考虑清楚。就你这身子。 还嫌命长吗？不是要回乌苏了吗？什么时候又认识那个艾迪了？不知道，随便调查一下。就因为赵明轩在酒桌上无意中说了那么一句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从来不会无意提起任何事。怪不得爸想让你留下来。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，以赵明轩的风格，让你和爸把我从乌苏骗回来，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吧？云端的合同到现在还没签呢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无能？跟赵明轩说，这婚礼我接了。 小长杰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，是我不对。但是也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牺牲自我、力挽狂澜的姿态，行吗？现在形势就是这样，云岚几百人都要仰人鼻息，我不知道你到底能处理多好呢。筹备婚礼嘛，总要和来参加婚礼的人来往，这当中就少不了赵家的顶级资源。 平时倒还不容易，既然他让我们举步维艰，咱们就另寻出路。别这么惊讶，爸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欠你的，我会还给你的。少抽点烟吧。 让我去互补电视台。嗯，咱们新闻频道每年都会有一个高潜人才的培训名额，可以到互补电视台新闻频道交换培训一个月。正好你刚来嘛，工作也没有那么多，借这个机会见识见识。怎么了？不想去啊？我记得你好像是互补人啊。想去，我家里人都在那儿呢。而且我男朋友正在互补出差，我就想怎么这么巧呢？ 求之不得。这样啊，那我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你不会是恋爱脑吧？
我保证去了好好学习，不给咱们频道丢脸。行，加油。谢谢。明天就走啊？嗯，这么快？反正也没有什么事要交接的，就早点去呗。不过可惜了，要暂别我们的小饭桌了。周丽丽竟然能把这么抢手的一个名额送给你一个新人，你是不是给她送礼了？对啊，给她送了一片肉啊。瞎说，这叫吸引力法则，你懂不懂啊？嗯，异地恋本来就不是正道，加上急，如果回不来的话，你过去也好。你跟他说了吗？还没呢，他那么忙，省得让他来接我。我明天呢就直接去找他，给他个惊喜。哎，你们女人啊，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随便给男人惊喜。干嘛呀？家里没饮料了，下去买点去。你要不喝？哎，对了，小冉。那个，你那个房间呢？我们肯定不会往外租了。我放点东西进去了啊。嗯，你放。你啊，有什么事呢，就让老隋陪陪你。实在不行，你给我打视频电话。嗯，别一个人待着，知道吗？你还怕我失足啊？那倒不怕。我们慧姐那可是拿得起放得下，人狠话不多呢。就是，我放心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放心。答应我件事儿呗。夫没落下啊！承让承让，还是你老当益壮啊！说谁老啊？可恶！嗯。哎呦，男的女人一回来就拳打脚踢的，快把东西放好，来吃饭。吃饭。哎呀，女女啊，哎呦，想死妈妈了！我看看看看，嗯，还可以嘛。来，欢迎女儿回家，谢谢爸妈。嗯。来来来，吃。妈，你这太夸张了，弄得跟年夜饭似的。哎呀，你这不是突然说要回来了？哎，老爸要露两手，我也要露两手，这一个手两个菜，不就八个菜了？你们这样，我怎么减肥啊？减肥，明天再减啊！来，都是你喜欢吃的，你不是在那边吃不到吗？多吃点。看看老爸烧的排骨，好吃。妈妈还特意烧了个辣的呢，你尝尝，好吃吧？嗯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嗯，就是呀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没事，多回来啊。嗯，看来减肥得是下个月的事了。不急，慢慢减。今天和肖尚奇一起拼了模型，他可真厉害。晚上5:30，我们一起去食堂，我选择放慢脚步，他笑。我也跟着傻笑。喂。今天接听这么快啊？嗯，难得我们两个大忙人都有时间啊。嗯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。巧了，正好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说呢。我这边的工作。可能有了些变动。什么变动啊？这样吧，我这几天看看有没有空，然后回乌苏一趟，咱们当面说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了很严重的事吗？没有，你别乱想。我确实想你了，想找个理由见见你。你想和我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的事情也等见面再说吧，不过我有预感，咱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好。
哎，李哥，李哥，李哥，最近什么情况呀？其他行业不去了，听豪哥说驻唱也不干了。我钱够花，我就不想遭罪了呗。也是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你把那个何笑然房间钥匙给我下，我搬点东西进去。干嘛呀？就许你一个人住的宽敞啊？说最近怎么怪怪的？好久不见啊，老朋友。听说你帮我筹备婚礼，本来我还不相信呢。你有什么问题和需求，都可以尽量提出来，我们云兰会尽力满足。我喜欢什么，你应该都知道。人是会变的。尚琪，你变得更见外了。你叫我苏苏就行，我看过你简历。沪普外国语学院，我们是同校，我大你三届，现在在新闻部做编辑。师姐好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嗯，来。我们这里有编辑新闻用的高清 4K 机房，还有演播厅，旁边的就是控制区和化妆间，楼下呢是台史区，楼上还有一些小栏目的演播厅。看吧，如果你之后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到每一个地方都参观一下。这里就是我们新闻频道经常开会啊、策划用到的会议室，每年的招新也在这里举行。何笑然，笔试成绩不错，我们简短一点，来，看一下这则新闻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临近毕业季，在紧密规划未来的同时，在更多的现实难题下，校园恋情变得无比脆弱。不少人都认为，体面的分手才是送给对方最好的未来。可以开始答题了，限时一分钟。每一年的毕业季，都有很多人要跟自己喜欢的人走向陌路。这么说，你毕业之后还报考过我们台，复试通过率也很高，那怎么就紧张了呢？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？嗨，当时就慌了呗。不过这次有机会能来培训也挺好的。对了，我们台还给外地来交流的学生提供了住宿，就在不远处的合作酒店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回家住。对啊，你是沪普人，但是加班晚了或者不想回家，有需要的话到前台报名字就可以。好。哎呀，小然，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？今天台里有一个外采节目，现场说少了一个设备，但是我时间排不开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一下？好啊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给你送去。太感谢了，那我带你去拿设备。好。这个文件按我的意见改啊，就这样。嗯，过去忙吧。哎，何笑然吧？嗯。给。哎，将功就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们这个……哎，小张，什么？你要的戏台到了啊。到时候看一看。新娘的。这个方面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找最专业的人来说吧。
我相信你。放心吧。萧然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过得好吗？啊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哦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菲儿，萧然现在是我女朋友。不过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先进去？你们来这儿是？菲儿来录个专访，是为了云端的宣传。哦，专访是吧？那正好，我可以帮忙，一起吧。哎，慢点。没事吧？哎哎，幸好你还没走。哎，肖总，啊，陈小姐，你们认识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何萧然，刚到我们台的新闻频道，以后要多多关照。知道，苏苏的学妹嘛，当然要照顾。萧然，一会儿你得帮我签个交接单。没问题。陈小姐，咱们去准备一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新闻频道？你昨天打电话，不就是想说这件事吗？自作聪明。尚琪，节目组说先拍宣传照，他们给我准备了两身衣服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让节目组决定吧。我想听你的。我觉得穿这套吧，比较显身材。帮你把拉链拉上。菲儿结婚了。啊，合照明轩。翔哥。太漂亮了，你不当明星。可惜了，这气质太上相，太出片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小姐，恭喜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赵先生是怎么坠入爱河的？当时我在国外进修钢琴。在一次演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紧张。有一次，他来听我的演出，然后我们就一见钟情了。他什么时候学了钢琴？不知道。听说您除了钢琴，还有很多其他爱好，比如绘画、运动，还一直坚持做公益。嗯，对，我挺喜欢这些的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陈菲儿吧？她要嫁的人是赵明轩，很多事情避重就轻吧。明白，就跟你骗我说跟他没联系一样。小然，那最后能不能和我们聊一聊这次的婚礼呢？这应该是我们观众最期待的世纪婚礼了。听说赵先生为了给您一场最完美的婚礼，还特意找来了您最好的朋友负责。我本人也很期待，是我们的共同。
现在挺沉得住气的，和我之前认识的何笑然不太一样。三代书香世家，会弹钢琴，喜欢画画，喜欢做运动。你也让我不太认识。你还记得上大学时我们去玩陶艺吗？揉捏一通考考，上釉，就成了个还不错的花瓶。所以你就任由他们重塑你，塑造出一个云端公主的人设。至少，对我这个残次品来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你的脸。他让我拿给你的。这颜色也太寡淡了吧，感觉更适合你。给。我不要，他专门买给你的，还是限量版，排队才买到的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亲自还给他。你都说他排队才买到的，还给他，他不是更伤心？你是怕他伤心，还是怕他知道你把他当备胎，不再这么关心你了？笑然，你终于说出来了。有些话我憋很久了。你明知道他喜欢了你那么久，但是一直对他不接受也不拒绝。现在咱们快毕业了，你到底要拖他到什么时候？何笑然，你是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？对，我就是利用肖尚奇拖着他。我没有靠山，我想在找到幸福之前让他一直陪着我，不行吗？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你就一次都没有利用过别人吗？难道你没有利用铁三角的关系，利用给肖尚奇当爱情军师的名号陪在他身边？你喜欢肖尚奇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我不想让你们在一起，就像我也不想和他谈恋爱一样。我只希望我们铁三角三个人永远是朋友。你从来都没有把我们当成好朋友过。随便你怎么想。哎，女神，晚会马上开始了，待会儿你坐哪呀？这种晚会能有什么意思？我先走了。喂，从小住在酒店里。菲儿，你一个人在哪里啊？但是他的神往。你别着急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这就过去。你脸怎么了？
警察那边通知，张小军已经抓住了。好，好，抓住好。这不是造孽吗？让我们家摊上这样的事儿，还把我女儿搞成这个样子，他赔多少钱？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吵了？这不是没让那个家伙得手吗？你没听医生说啊？这一辈子都带着疤，咱女儿是毁了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赔偿多少钱，一竿子买卖，多要一点。哎，对，那得多要点医药费、护理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那，还有那，你上哪去？哎呀，还要整容呢，那脸上那个疤。对对。你不用管我的，也不用为我付什么医药费。不管用什么药，治疗多久，我的脸已经毁了。你放心吧，慢慢恢复，一定能好的。慢慢是多慢？等到我人老珠黄。你已经很漂亮了，这点小伤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？你不是我，你不能体会，在我那样的家庭里，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。13岁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走出那个家。我都走得很小心，很认真，生怕出错。小然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要换衣服了，司机还在等我。小然，我们应该还会有很多机会见面的，下次见。小然，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听我说两句？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们都很慌乱。后来我们去国外安顿好之后，我就联系不上你了。那至少在无措的时候可以说吧。小然，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作为朋友应该为他保密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当时除了去国外看病，我跟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那婚礼是怎么回事？
这就是我昨天想告诉你的。我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才说当面和你说。但是没想到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这么说还是我的错？不，都是我的错。小然，你本来想给我们一个惊喜，我却给你个惊吓。对不起。我不明白，他的婚礼为什么要让你来筹备？不是他，是赵明轩。他一直都在为难我们家。这次回来之后，我才发现这边的局面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这场婚礼是赵明轩给我的一个难堪，但我准备接招，和他正面较量。听不懂。小然，承认这边很多事情已经超出我的控制了，但我能向你保证的是，这和陈菲儿是不是新娘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几天一个人在虎扑，累吧？你可相信我？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对我的隐瞒。先给你个考察期吧。好，随时接受考察。小然，其实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我时常会想起来的人就是你，因为我们俩是分享了彼此成长的人。以前我可能太习惯了，忽略了你给我带来的温暖和美好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你早就成为我生命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了。待一个月，那正好，等他们婚礼结束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回乌苏。嗯。唉，好久没有来这里了，我看人进去吧。不用吧，你先走吧，别让我爸妈看到了。呀，我们何记者还会怕的是？你爸妈还是喜欢种花吗？嗯。这次回来看到他们阳台上又种了什么盆栽、小番茄、小草莓，等结了果给你尝尝。那要多久啊？不知道啊，几天、十几天、几十天，这么想吃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修成正果这件事啊？啊？干嘛？哎呀，肖尚奇，阿姨，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又来找肖然？不是，不是阿姨不告诉你，是肖然他不想见你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那就让他好好的生活，不要来打扰他了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怎么觉得这个陈飞儿不安好心呢？他都已经要结婚了，他跟你提以前干嘛呀？这不是给你扎针吗？不知道，我心里没底儿。你说肖尚奇真的能放下吗？还是说他看到陈飞儿跟赵明轩在一起才死心，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我呢？你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啊。那不管多长时间，他过去就是过去了呀。肖尚奇能跟你一样干脆利落就好了。你扯我干嘛呀？有急事儿，速来酒吧。我不和你说了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晚点给你打过去啊。拜拜。嗯，哎。华哥，什么事那么急啊？花儿啊，你也别怪我，我也受人之托，求我好几天了，真没办法。喂，我就想和你说几句话。松开。李慧，我就要走了。你那天摔吉他的时候，我突然特有感觉。我想跟你说，你就是我心中的缪斯，就连分手都是。今天我想唱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来纪念我们的感情。离别的开始是各奔天涯，开始的离别会放下，缓缓地背着行囊，不回头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何校长打电话跟我说，不放心你过来。这孙子果然在，他想干嘛呀？离别的开始是各奔天涯。哎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还挺自信的。你不会想原谅他吧？怎么可能啊，结束就是结束。缓缓地背着行囊，不回头的出发。走。起啦，赶紧吃早饭吧。老何，种什么花呢？不种了，那天把他们都铲了，省得费了半天劲，到头来都被别人摘了。哼。爸怎么啦？先说说你怎么了吧，你和小琪怎么回事？我们两个没怎么，就是在吴苏遇上了。哦，你说的新室友就是他，你们两个住一起了？哦，七个晚上了。你们哦，要有点良心，我跟你们说。不管是谁以后沾了你们呢，你们都要记得是我们老何夫妇养大的你们，给你们养得又好又漂亮，知道吗？嗯。爸，你说我男朋友又帅又优秀，简直无可挑剔，你这怄的是哪门子气啊？你以前不是还说他算你半个儿子吗？能一样吗？能一样。今晚呢，肖尚奇来咱们家吃饭，你呢就对他像以前一样好就可以了。哎，不行，得比以前好才行。
学校门口那家鸡蛋饼，我正好路过，给你带了点。你以前最爱吃的，好几年没吃过了吧？谢谢。目前呢，我们正在收集客人的口味和餐饮的禁忌。本周五，我们餐饮部就会推出全新的婚宴菜单。至于停车方面，到时为了防止出入口的拥堵，所以客人会分时段入场。具体的流程呢，还得进一步的优化。赵总 ，VIP 级别的宾客现在有多少啊？180人。这些人都比较重要，发邀请函的时候。不能有半点的失误。邀请函我全部亲自送。亲自送？这来得及吗？这些重量级的宾客可难碰啊。行了，这种事儿啊，小七擅长。哦，对了，云端的运维经理我又挑选了几位，您看。又是几位啊？那筛选的工作是你的还是我的？好，我再精简一下。好了，各位，散会。小齐，你留一下。我听菲儿说，伴娘是你的女朋友，那你们小情侣可要为我们的婚礼折腾上一阵子，辛苦。都知道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当伴娘，那我就陪他走一程喽。你不用勉强，我可以帮你推掉。
我为什么要勉强？你又不是新郎。好啦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呢，他结婚我祝福他。不过一边又要培训，估计要两边忙一阵子了。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现在还真有一个麻烦事呢。什么事儿？待会儿我们去找个便利店进点货。进点货？安慰剂。啊？什么叫安慰剂啊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小齐。多谢。不用了。正好吃饭。何叔叔，给您带了一些红酒。一看就是我女儿的主意。你就说喜不喜欢嘛。哎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我女儿喜欢的，我哪能不喜欢呢？坐吧。行了，坐吧。你以后要是有了女儿啊，也得过这一关。怎么样，好久没吃家里菜了吧？是。你们毕业那会儿闹别扭都说清楚了。爸，你当时非要跑去吴苏，还不是被他伤心了？那是误会。都是我不好。叔叔阿姨放心吧，以后保证不会了。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爸，你知道吗？你做的糖醋小排啊，已经被摄像机放到他们酒店的菜单里面了。我叫吴苏，想吃就能吃到。我的手艺那么容易拷贝啊？比不了。但是糖醋小排在我们季风酒店是特别受欢迎的菜，到时候还想请叔叔去亲自指导一下后厨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糖醋小排成功与否，关键在于这个料汁。哦，你要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今天先吃饭吧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去小齐的那个季风餐厅亲自尝一尝不就好了，是吧？好。哎，好。也好，吃吧。吃菜啊。没什么变化呀。这本书还在啊。以前我们在课间的时候经常一起看。哎，这本书你不是说特别难买吗？哎，当时我还借给你看过呢。奇怪了，这本书怎么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签名啊？你当时不是还给我了吗？这就是你那本啊。我当时不是喜欢你吗？我看你那么喜欢这本书，抱着读了一个星期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，所以就问你借了这本，把这本留下了，买了个新的还给你。但是你还给我那本不是也签名了吗？你的签名我签过那么多次了，当然会了。菜就在这儿吗？我们小时候量的，你再量，我看看有没有变化。比三年前矮了一点啊。我还没站直呢。骗你的，一模一样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聊聊。啊。看看你有没有长高啊。以后就这么量，差一根手指到我下巴。哎，怎么可能？我肯定高过你肩膀了。
今天晚上能跟我回去吗？不行。去哪里呀？11点以前要回家啊，我们家的门禁时间啊。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精英培训计划，在座的呢都是各地广电推选出来的优秀的新闻人才，希望通过这几天的短暂的培训，大家都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。一会儿自我介绍之后呢，我们会分各个小组考勤和小组课题的培训成绩，也会实时的传送给各位的领导，所以大家之后呢也会有大量的课后作业，那没有机会摸鱼的哦。各位好，大家可以叫我苏苏，我来自虎扑广电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大家好，我叫朱润涛，很高兴来到这次精英培训计划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笑然，目前在吴苏广电新闻频道，我之前在电台的情感节目当过主播，如果大家学习累了可以来找我聊天。笑然，以后你要经常来这，所有婚礼的相关事务都在这敲定。我们这里呢，每一个蛋糕都是一块艺术品，今天我们进行试吃和方案的呈现。笑然，嗯，我要控制体重，你帮我试吃一下。好，草莓。豆沙，酸酸甜甜的，里面有小颗粒，应该是栗子吧，有点甜。什么水果也是甜。蛋糕的感觉。笑然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我现在最认真的感觉就是腻，如果说你让我把这些全部都吃完的话，可能我也没有什么味觉了，也没有词可以形容了。陈小姐，麻烦您签个字。小然，你帮我核算一下。冬瓜花心酱巴黎抹茶卡路里黄昏，就是这些蛋糕的名字吗？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吃了哪个啊？我顶多帮你们算一下数吧，我刚刚吃了4个。你觉得哪一套最好看？嗯，都不错。您比较喜欢哪套？我觉得这套就挺好的。谢谢。第三套，跟我的礼服更配。选上一套吧，顺便我想看看伴手礼。好的，您二位再稍等。我们去准备一下伴手礼的册子和样品，谢谢。为什么选第三套啊？你不是更喜欢这个吗？你可能不了解这些牌子，第三套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，那当然会更好一些。对了，你还没有跟我说，你是怎么和肖尚奇在一起的？你想知道？你猜。
兜里的男士袖扣数量不够，别忘了盯着点。明天你自己来吧。明天还有？嗯，甜品还要是第二套方案，礼品也没有选齐，然后怎么累了？婚礼筹备工作又不是一天就能做完的。菲儿，要不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来上海是培训的，真的忙不过来。我哪有别人了，我只有你。得了吧，别跟我来这套。萧然，上期工作这么忙，你当我的伴娘，你做的越多就越是替他分担啊。幸亏你只结一次婚。待会儿干什么？还有些东西没拿，店员去拿了，稍等会儿吧。你去哪？我让司机送你。没事。萧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。尚琪，听说你为了我的婚礼都忙坏了，辛苦了。没事，就当预习了。今天累不累？还好。来，要把鞋换上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穿了高跟鞋啊？你不是发了朋友圈吗？看到照片了。明天几点啊？下午3点之后都可以。知道了。走吧。进去坐坐。今天不行了，我还有些事。菲儿说你最近很忙。是啊。我要亲自去送180封请柬，时间确实有点紧张。180封，他们这使华人的什么招啊？这是我自己要求的。其实这是和德剧最核心伙伴见面的好机会，哪怕只有10%的人萌生了和云岚合作的意向，那也拓展了1倍的业务量，到时候还能把业务辐射到武苏。不愧是我男朋友。对了，以后不用来接我了，菲儿的事情我能搞定。往后恐怕只会更忙了，所以我想在能见你的时候多见见你。给你加点力量，走了。那我进去了。嗯。公司前段时间的危机过去了吧？嗯。我那个主意还不错吧？蓝总，夏总。哎，肖总。哎。幸会幸会。你说你们啊，一个请柬还非要当面给？我也这么说。不过听说蓝总你在，我就马不停蹄也赶过来了。哎，肖总啊，你们哥俩对德剧的事情还真是用心了。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100%的用心。哦，云岚开始接德剧以外的业务了？也是。业内呢经常把我们两家绑定在一起，但其实云岚除了德剧之外也有别的业务。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在吴苏有一家季风酒店。季风酒店？哎，我有印象，听说啊，短短3个月不到就扭亏为盈了。其实啊，蓝总，有些话可能有些冒犯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。你说。据我了解，你们公司在华东区的运营费用比平均值高10%，但是这3年的业绩都没有大幅度的增长。不知道您旗下的4星连锁新品牌运营商找好了吗？有点意思啊。
你有什么想法，不如说来听听。好。你不要吓我！哎呀，光听多没劲呢、啊，你得去现场弹才带劲呢、啊，还得是音乐台直播的。我跟你说，来，老贺给你争取了个音乐盛典表演机会。我说老贺给你争取了一个音乐盛典的表演机会。改听相声了。来，给我弹首曲子听听。滚！我是免费唱片机啊，你想听自己出去听去。哎，我就想听你的。你有病啊你！你快点。别玩了。弦不准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哪不准了？你故意的吧？行了，我弹不了了。你不就想听这句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摇滚梦是唐岩给我的，这吉他是他买的，也是他手把手教的。他现在是走了，我的信仰也塌了。为了个渣男不至于，我也觉得不至于。可我现在就是一看到吉他就难受，琴弦摸着就烫手，生理反应你懂吗？希望你理解，谢谢。反正就俩字废了呗。哎，什么失恋后遗症就不适合你，慧姐。
我查的是本市收入增长速度，我刚才得到的消息 B 组主题就是这个，我们可能需要换主题了。怎么喝那么快？最近状态不好啊？也不知道，准备个婚礼那么累。都说婚礼是新娘累，怎么当伴娘累成这样？喂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？不行啊，我今天研讨到很晚呢，完了还要陪菲儿去婚纱店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，等会儿肯定不好打车，我这边还没忙完呢，我派辆车去接你吧。好。我找到一个这个方向感，我们草拟了个意向，这个新品牌在未来的一年肯定会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铺开，你们云兰赚大了。行，我拿回去给法务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走接下来的流程。痛快，云兰在业内还是有一些口碑的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和云兰谈过合作？为什么？哎，就是差了这杯酒。你哥萧显呢，出去应酬连杯酒都不喝，不知道漏掉了多少商业机遇。说实话，腿脚不方便的很多圈子就进不去。老萧总把你调到前线来是正确的，等你拓展好就更胜萧显一筹了，到时候云兰肯定是你的。到时候你可别忘了，这关键的一步可是我推了你一把啊。走，慢走啊。我在云兰约了蓝总这么多年，我都没约出来，没想到你一下就约出来了。是借了秦姐的光。之前你说你要另寻出路，我还以为是天方夜谭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。看来这些年你确实成长了不少啊。我记得当年我还能打球的时候啊，我打的位置是后卫，我特别喜欢那种掌控全场的感觉，后来打不了了，但是在商场的博弈当中我好像又找到了那种感觉，挺好。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蓝总的单子我来跟进吧，可以吗？陈小姐，伴娘还没到呢。想九点结束也不会早点来，再等等吧。今天下雨，外面好像特别堵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全程罕见拥堵，拥堵指数创下今年最高纪录。真是一场演唱会，吸了一座城。再加上下雨，如果此刻的你有幸在家，就别出门了。又下雨了。车坏了，我就过来了。他现在去叫救援了。哦。哦，月儿还在等我呢。我和他说了，你不过去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能说什么呀？他好不容易把你盼回了户口，
你这培训外的时间都给了别人，我才见了你两次，也太委屈了吧。我倒还挺开心的。嗯，要不要去吃点东西？吃完东西了再送你回家好好休息。嗯，那么大的雨，我知道去哪儿了。走。我去哪儿？下雨了。下雨了。离培训地方也近。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觉得外面太堵了嘛，那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能在一块儿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嗯，太累了，你的小组作业做完了吗？搞得这么见不得人，很难不被误会。这不是怕别人说闲话吗？感应走老化了。要不要先去洗一下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应该没有感冒的时间吧？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外面下雨了，门口那条街堵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下车走回来的。菲儿，王姐这个醒酒茶跟你比起来，可真的是差远。我就是照着做的，可是王姐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就好。那我重新给你煮一壶，再准备点水果。还是你最了解我啊。
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还不是你这伴娘的活折腾的，在路上睡着了。休息好了，精神足了。你好。好了，你们自己去玩了。秦小姐啊，这照片也不行啊，要不我们拍一组你教小朋友弹琴的照片怎么样？嗯，笑然，你去给摄影师拿瓶水吧，太辛苦了。嗯，我看着都累。来，师傅。好，谢谢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们再拍几张照片好不好？我教你们弹小星星怎么样？我不要。你要不要先试着蹲下跟孩子们平视啊？哎，你倒是挺有经验的啊，你是不是也有小孩了？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，跟我是好朋友。太阳要是知道你到哪儿都惦记着他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尚琪，这是我婚礼负责人，也是我好朋友肖尚琪。好，早有耳闻。你好，你好，离得不远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是大姐姐什么人啊？我是大姐姐的男朋友。想和他们一起玩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咦，你动了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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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你们吃吧，你们玩吧。身体好点了吗？哎，快过去。身体挺好的。肖尚奇。啊。你俩。对。我天哪！你们两个竟然在一起了。嗯。那，群里的传言都是假的喽？群里？什么谣言？说你得了抑郁症，跟父母去外地疗养了。还是说肖尚奇跟陈菲儿两个人一起出国，你以为已经自杀呢？什么呀，太能瞎编了。是同学群吗？来，你拉我进群。好。嗯，我给你看的小公主。好，跟这些人较劲了。你是因为我在受的委屈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传你的谣言。哎，菲儿，没想到工作这么多年，你们关系还是这么好。女生我也拉你进去吧，来，下回再说吧。我手机在车里充电。你看，大家都在祝福我们。哎，你们俩居然在一起了，哇，好幸福啊！恭喜啊！哎，若若说一句啊，早觉得你们俩会在一起。尚奇，蜜月的酒店有推荐的吗？上次那家枕头不太舒服。对于酒店，三哥他更挑剔一些，你就照他选的住吧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喽，哎，炒海鲜，烤鱼肚，啊，谢谢，几位慢用啊。好，谢谢老板啊。先来个这个。对了，菲儿，我给你找了个助理，从明天起有什么事找他就行了。笑然这次到户浦来是来培训的，这两头跑身体是有些扛不住了。也怪我之前没有考虑周到，不知道你那边事情这么多。笑然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最近是有些头昏脑胀的。那既然上级这么说了，就听他的吧。吃一串鱼肚。
小声。你不是不吃内脏的吗？是吴苏的烤鱼都改变了他。老板，哎，麻烦再来五升烤鱼肚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那个卖光了。啊。补偿你一个。好吃。你也吃。我都生了。老板，你这放的什么歌啊？这歌最近挺流行的，叫什么会。别放。慧姐，这首歌不是你给唐岩写的吗？怎么他拿去发布了呀？李慧没事吧？这不正泄愤呢吗？我一会儿就去找那孙子去。这个唐岩分手了还来这一出，就你，好好想想怎么哄李慧吧。胃口，只是觉得好多东西像小时候那样抢着吃更好吃。菲儿，你可以不用再回到原来的日子，跟任何人抢吃的了。今天晚上不用等我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来了，笑然。你们不是培训半天，怎么才出来？害我和上级等了好久。你们快走吧，以后晚了光线就不好了。去哪儿啊？别告诉他，给他个惊喜。头来，三二一，哎，好嘞，来，靠近点，靠近点，哎，靠近头来，好，来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开心点，开心点，来，三二一。看你玩挺好，我也懒得搬了，送你了。我心甘情愿喜欢你这么久，何小然，你这个广而告之，可比广战点更猛多了。车上骑兵以下连夜就出国了。哦，这张不错。咱们要不休息一下，肖总，哎，您看看这个。好，您看看。行，你帮我拿一下，谢谢吧。嗯，这还行，还行。惊喜吧，简直就是穿越。婚礼上要用一些照片，你也知道，当时我们着急出国，都没来得及拍毕业照。本来想找个影棚随便补拍一张，但怎么样都没有感觉。和上期一商量，干脆叫你一起回学校了。不过就是一张简单的照片，你还真是精益求精了。精益求精的是上级。笑然，你说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情，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毕业吧？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不知道。
你说，上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现在这样温柔体贴，是不是也有我一份功劳？虽然我一直没有答应他，可如果没有他一直追求我的话，他现在宠女生，哪会这么得心应手？我记得上大学有一个周末，我被锁在家门外，他大晚上拉着我满世界去找一碗我想吃的面，最后找到那个餐馆，人家不做，他自己跑到后厨去给我做了一碗，说实话难吃的要命。菲儿，我去上洗手间。今天拍照累了，你倒是看起来挺开心的。我本来觉得菲儿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，但是回到学校之后觉得还挺不错的，想起了很多原来的事。这些菜还合口味吗？肉有点老，菜有点咸，其他的都是甜的，比季风的口味差一点。这才来几天啊，就想念吴苏的菜了。哎，你等我一下啊，马上回来。来，怎么能让我的女朋友饿着呢？尝尝你男朋友的杰作，这是季风招牌阳春面。虽然我一直没有答应他，可如果没有他一直追求我的话，他现在宠女生，哪会这么得心应手？我其实没那么想吃面。那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去点。不用了，其实我就是不太饿，累了想回家了。行，那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东西拿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吃早餐。哎，我刚运动完，实在忍不住痛痛快快吃一顿了。去餐厅吧。去餐厅？我只能点黑咖啡和沙拉。马上婚礼，所有人都要我控制体重，只好借你这放纵一下。你可要替我保密哦。对了，云端的三明治和牛角包很不错，你尝过没？你要出去，担心笑然误会。如果你女朋友是别人，我倒有顾虑；是笑然，反而坦荡。我们三个这么多年交情，笑然最清楚。如果我和你有什么，不是早就发生了？菲儿，如果你还把笑然当朋友，那就保持那层顾虑，这是尊重。
小然，今天下午陪我去个地方。怎么突然想起来挖这个？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，本来应该叫上级一起的，可惜他太忙了。对了，你的呢？之前挖走了。不是说好挖出来这一天要一起分享的吗？25岁的陈菲儿，我只有两个心愿。第一个，给自己找个温暖的家。第二个，铁三角永远不散。看来我是人生赢家，两个愿望都实现了。看上齐的吧，他的还是让。希望我能一直陪在菲儿身边保护她，希望笑然早日实现他的战地记者梦。实现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，我一定会实现的。你呢？就算7年完不成，那还一辈子。好吗？有时间可以试试，还不错。小然，你可能多等我一会儿了。你先忙你的吧，不用管我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下午茶的自助餐，你去吃一点吧，不用付钱，他们那边知道你的。那我先挂了。您好，何小姐，您是在找碱水面包吗？昨天早上您在肖总房间点的碱水面包在那边。我没点过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搞错了，那您自选。你试过云端的碱水面包吗？有时间可以试试，还不错。小然，临时情况，我赶不回去了，你直接来这个地址找我吧。对，一层樱桃，一层冰糖，层叠不开。嗯，像这样的果酒一般多久能酿好？一般来说3个月颜色就会很诱人了，但是想要酿一瓶好酒最好还是等1年之后。当然1年的时间，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很多变数，最终这瓶酒是美酒还是苦酒，就只能交给时间了。小然，我怎么觉得你心神不宁的？没有啊。
这是给云端特供水果的果园，这个季节啊，酿果酒最好了。我今天过来正好谈些事情，所以耽误时间了，就想着干脆把你叫过来散散心。怎么样，最近培训累不累？快结业了，作业挺多。真的吗？我在酒店大堂听到服务员说。不好意思，你先接吧。喂，菲儿，我在外面呢，有什么事情我想。很多小情侣都会到我们这边来一起酿果酒，这也算是对承诺的一种延续。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俩再一起回到这里，一起开启这瓶酒，品尝这瓶佳酿，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啊，我这边有一张小卡片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下一句话，明年再打开给他看。一年时间太长了，谁知道一年以后又什么样的。我先去开车了。赵尚奇，你就这么着急吗？如果你真的等不了，要着急去见某个人，你刚才就可以说，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。小冉，你最近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没想什么。没想什么吗？那你最近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奇怪？晚上给你打电话也是三言两语的敷衍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很赶时间，我推掉了下午三个会，就为了争分夺秒和你在一起。那你呢？可是你陪的也很勉为其难啊，你心里也在埋怨我耽误你的时间不是吗？你知道你接到陈菲儿的电话以后有多魂不守舍吗？我魂不守舍？我生气的是你说一年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那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？及时行乐吗？所以你现在这么对我是因为你腻了啊？你不要东扯西拉倒打一耙。他去过你房间了不是？小尚奇，如果说你选择我是退而求其次，那我宁可要一段完整的暗恋，也不想像现在这样永远被一轮白月光熠熠生辉地照耀着的感情。小冉，我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至少有点默契和信任了。我就是太信任你了。小冉，哥，是来了，小齐，你可来晚了啊！自己罚一杯。好。哎呦，好酒量！这是云兰的小肖总吧？痛快啊！小齐啊，从小啊就跟着我屁股后面长大，一口一个三哥叫着，总跟我捡球，是不是？吴苏的进攻就是你惯的吧？对。嗨，做出了不少花样。多谢赵总。让人家帮你筹备婚礼，是不是大材小用了？小齐啊，原来跟菲儿是高中同学，情窦初开的时候还追过菲儿，是吗？知根知底儿。现在干嘛说这个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啊，我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孩。哎，可惜了，小齐一遇要谈堂。我有个侄女还单身呢，李秘书见了呀，对吧？小肖总还真可以考虑，就家世这一项也比你现在这个强百倍，何必委屈自己呢？三哥，你这个秘书是不是跟了你太久了，连说话的本分都忘了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他辞了，我给你找到更好的。小七，犯不着。三哥，你对外总是说我胜似你的亲弟弟，那亲弟弟得多照顾一下吧，不然的话
我就亲兄弟明算账了。季风的假士兵是你安排的，还有那个厨师长，听说是你出面收买的。赵总，小李，明天就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。你惹小齐，那就是在惹我。多谢三哥。来，来喝酒，喝干的。你最近回家挺早的啊，都有时间陪妈妈散步了，不是谈恋爱了？妈，问你个问题。爸在跟你结婚之前喜欢过别人吗？那怎么会问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总是会忍不住的要去计较他之前喜欢过别人这件事，就是会忍不住去比较啊，他对我做的这件事是不是之前也对别人做过，他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只是习惯我待在他身边。哎呀，我们笑然呀真的是成了大姑娘了，都会为这种事烦恼了啊。妈，哎，其实啊，让妈妈说哈，你看你跟小齐这么多年了，哎，你们两个人一会儿是好朋友啊，一会儿又谈恋爱了，妈妈都不知道你们这个年轻人脑子是怎么想的。其实呢，说实话，之前妈妈还真的挺担心你的，最近啊倒是放心了，你自己变化蛮大的，你晓得吧？是吗？那这个好的感情啊，它是会让人放光彩的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一看我女儿就是有人疼有人爱的。不过啊，妈妈告诉你啊，这个感情呢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互相信任。不管什么事情都盲目信任吗？怎么能盲目信任呢？那当然是要沟通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心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不舒服的，那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对方。哎，你想，你要是闷在心里啊，对方又猜不到，本来是一点点小事情，那结果呢，弄成了一个大误会，一有误会来就不开心，甚至吵架，你说值得吗？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小齐啊，去吧，去好好聊聊啊，有什么误会说说开，不要胡思乱想。陈菲儿独家醒酒水果茶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尚琪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李秘书跟了赵明轩很久，平时你不会这么不给面子吧？跟三哥说一声，我不胜酒力，先撤。原来你等的是他的关心。怎么喝这么多啊？走吧，小心。能走。
才有人提起了他上学时喜欢我的事儿，他可能心里不太舒服，就多喝了点，你好好照顾他。原来你在学校的时候不痛快就去打拳，可现在倒好了，什么都不说，没完没了的让我猜。我不想猜了，你打我一顿吧。好啊，你说的。静儿，我去了学校才知道，你等我踢球的那个看台原来那么深，还有在图书馆你给我留在靠窗的好位置，原来要起那么早才能得到。你回学校想起的就是这些啊？不然还有什么？当年我要是早一点，早一点意识到自己的真心就好了。你可太没良心了，我对待一段感情从来没那么认真过。三，既然你喜欢我那么久，那我都还给你。你打算怎么还啊？夜间的满月，在清澈的眼帘，然后在落点接触的回忆里纪念。小心。